Thank you.
Hello，大家好，我是小。今天呢，我们给个广西的大哥来修两块这个手电钻使用的电池包。这个呢，标的是一个42伏，实际呢，它没有这么夸张。像这种夸张的这个电压呢，误导很多人啊。有的人呢，一看这个42，他就一直认为他这个电池是一个42伏的，其实不是啊，它只是一个二十伏左右，然后1.5安时的一个电池包。像它这个呢，虽然标的是1.5，实际呢不一定有1.5。据这个大哥说，这个用的时间也不是很久，现在呢出现了不耐用的情况啊，就是充电很长时间，用不了几分钟，用不了多大一会儿的电。像这种电池呢，相信很多老铁经常使用这个电动工具的，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既然这个不耐用啊，一般都是它这个电池导致的。下面呢，我们就随机的挑选一块电池来给它进行一个维修啊。我们就来挑选一块，看看它内部的电芯怎么样啊。它的螺丝呢，我们就拆掉了，然后来看一下它的炉山真面目。我去，这个时间应该用的也挺久了，这边的胶呢都已经风化了，自动脱落。大家可以看得到，它这个电芯呢标的是1500毫安时的，而且呢，这个电池啊应该用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因为呢这个表面非常的新啊。像这种电池呢，虽然标了1500毫安时，实际呢，可能达不到1500毫安时啊。这一点呢，大家如果在网购经常买这种电池的，应该都知道。至于为什么这个电池没有1500毫安时呢，大家应该经常看视频的应该都有所了解啊，这里呢就不过多的去说明了。像这个电池不耐用呢，这个大概要给它更换这种进口的电池。电池呢，我们给它选用的是 LG 的，单节容量2500毫安时，它的内阻呢是14。下面呢，我们就是来拆解这个电池。拆解这个电池啊也是比较简单的，只要有一把烙铁，但是后期没有点焊机的情况下呢，这边的连接点啊需要自己用烙铁一点一点的去给它焊接上。它这一块不知道为什么焊接的地方都是这种焊接方式的，就是这种呢极易导致这个电池这个引表啊接触不良或者虚焊脱落的情况。最好呢是跟这种一样，它这边都有一个孔嘛，能穿过这个孔去焊接，那样呢更结实一点。下面呢我们把电池放在一边，然后呢把这个给它进行一个拆解。拆解呢也不用这个烙铁了，我们直接有这种钳子给它捏掉就可以，很好去拆装了。你看这个还没使劲呢，这边呢焊点呢就已经掉了。这个电池呢就是这个大哥应该在某多多上购买的，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也是比较空啊。大家能听到吗？你说这种电池它这个容量能大吗？就跟一个空管一样，肯定这个容量是没有那么大的，实际它这个容量在1000左右就已经相当不错了。这边我们给它拆完清理完以后呢，下一步我们就可以裁剪这个镍片给它进行一个连接就可以了。好了，这个镍片呢我们就给它裁剪好了。这边呢我们给它裁剪了两片这个紫铜片啊，主要呢是后期啊装在它的正负极，这样呢从而达到一个对电池在放电的过程中呢达到一个过流性更好的一个效果。下面呢我们就是把它组装起来，组装呢也是比较简单。首先呢我们来一节一节的给它装起来。装起来以后呢是一个这样的，如果手里有皮筋呢用皮筋勒一下也可以，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可以拿胶带给它绑一下，预防我们在焊接的过程中啊这个电池啊来回的松动啊。下面就是来给它进行一个焊接，焊接呢也是比较简单的，我们一点一点的给它焊接起来。这个电池的基本轮廓呢我们就给它焊接完成了。为什么这个焊接的偏朝上呢？因为我们这个镍片是一个整体，如果不朝上焊接的话，后期我们在装个主板的时候啊，这个这一块可能比较短，如果的话呢我们在这边重新给它补焊重新焊接了，那样又比较难看，第二呢效果呢也不是非常的好。下一步呢我们就是把这个总正极跟它的总负极啊给它装上这个紫铜带给它固定起来。这样固定的主要原因呢是预防我们后期装这个主板的时候啊，它这个正负极啊焊接完以后可能会出现一个偏，这样我们直接给它装在这个主板上了，然后再给它进行一个安装，那呢效果能更好一点啊。这边的呢都掉了，
好，下一步呢，我们来把它的这个温度探头给它固定一下。虽然说它原厂没有装，但是在我们维修的过程中呢，我们会给它尽量的去给它安装一下，这样呢也不枉每个老铁对我们的信任与支持。这边呢给它插在这里，跟这个电池啊贴合，把它这根线材呢给它按压好，然后下步我们就是来对它这个孔位。对孔位的时候呢，我们一边一边的对啊。好了，这个边上呢整体我们都给它对接完毕，下步呢我们就是可以把它的总正极跟总负极给它连接起来啊。把这边给它恢复原位，我们就可以拿这个烙铁给它进行一个加固了。然后呢，把这边给它多余的给它剪掉。如果你不临时去焊接一下，我们这个剪是剪不掉的，因为它这个镍片非常非常的薄，我们一剪了可能就弯了，并不能等。我们加点锡呢，增加它的厚度，然后呢，再去给它进行下一步的操作，它才更完美、更圆润啊。因为它的总正极跟总负极啊过电流比较大，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焊点尽量给它焊大一点。你看这边呢就是我们给它焊接的一个效果啊，就是一个这样。这样呢这个电磁包我们就给它修复成功了。下面呢我们就是来量一下它的板前板后的电压，看看分别在多少啊。首先测量是它的板后电压 20.94 伏，板前也是一个 20.94 伏啊。说明呢这个主板呢是一个正常工作的状态，如果它这个主板不能正常的工作，它这边的电压呢跟这边的电压它是不一致的，不一致就会导致后期啊它可能不能正常的输出，然后呢这个充电的时候呢可能会导致一个不能正常的电，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所以说呢只要这个电压同步，基本这个主板都是好的。下一步呢我们就拿出我们的这个电源啊给它测试一下，看看充电正不正常。因为呢我们之前的一个充电器啊坏了，所以说呢我们只能用这个可调电源来给它进行一个充电测试，其实结果呢都是一样的，我们把可调电源呢也调在21伏，然后通过这个可调电源的电流来确认一下它是不是能正常的充电，充电是一个正常的。现在呢可调电源有一个 0.15 的一个充电电流，有的老铁可能会问为什么只有 0.15 呢，因为它这个电压本来就比较满了，如果这个充电电流太高的话，会非常影响这个电池的使用寿命啊，会导致这个电池过热等一系列的问题啊。如果这个电压呢要达到18伏或者是19伏，我们充电的时候这个电流会更大啊，所以说呢这一点啊也是比较重要的。大家呢一定在维修的过程中一定要看清它这个电池的电压，并不是说它这个主板损坏或者电池损坏它才会导致一个什么不充电啊等等一系列的。像我们维修这个电池啊，由于很多这个电池我们给老铁发回去以后都是一个满电，但是也有没充满的情况，有的老铁拿到以后呢他就去充电测试，结果呢不能充，然后呢跟我反映，然后一测这个电压呢是一个满电的，当这个电池满电的情况下它是充不上电的，只有你给它负载用的负载去使用然后再去充电，这个电器才有反应，都是一个原理啊。下面呢我们就是把这边给它做上这个绝缘，像它原来的这个绝缘纸啊我们就不能用了，因为它已经没有失去粘性了，根本不能正常的使用了，所以说呢我们就用这个胶带，也是一样的效果。像这种小的电池为什么我一直用这个胶带呢，因为这个胶带啊第一呢粘性比较大，如果用青稞纸呢也是可以去做绝缘的，因为青稞纸啊它这个只有一排电池，它贴的这个面积比较小，就跟这一个时间久了它就会风化，就没有任何的粘性了，就会脱落啊，
所以说呢，用这个胶带啊，要比那个青稞纸效果要好很多。这样这个电池啊，我们就给它基本修复，然后呢给它装壳。最后呢把它装入螺丝。好了，这一块电池包呢我们就给它修复完成了，是不是非常的简单？所以说呢，以后大家在购买这个电池也不能一味的说这个电池便宜啊，便宜肯定是有原因的，希望呢对大家有帮助。当然了，大家如果这个电池要出现这种情况，又想让它容量更大，又想把它修好呢，唯一的办法呢就是把它电池更换一下。有时候我们去更换这个电池啊，也是达到一个维修的目的，但是有很多老铁呢不明白，比如说你这就是换电池，哪里叫维修？其实呢，维修其实这个更换啊也是维修的一种啊，并不能说我们把这个电芯拆下来的就把电芯修好再给它装上，其实呢那样更没有意义。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电池啊，都知道这个电池啊，你要是自己乱去维修乱去改造什么的，后续啊极易发生危险啊，这样完全没有必要啊。不管是修家电也好，还是修电池也好，我们的唯一的目的呢就是把它修好，让它不会出现故障。像我们修电池呢，只能说要把它修好，同时呢还要让它耐用，跟修这个家电还不一样。家电呢只是能把它修好，然后呢能正常使用就可以，但是这一个呢还要让它正常使用，还要让它耐用，并不是我们把它修好了当时测试是好的，结果客户拿到手里以后它不能用，那也是比较麻烦的。所以说呢，维修这一块啊，大家一定要分清，不能说我们更换这个电池那就不叫维修，那就叫更换，是不是？它总而言之啊，它就是一个目的，修好耐用才是王道。你像一些修家电的一个小元器件坏了，那么还能把那个坏的小元器件再拆下来再修好再给它装上吗？对不对？不也是一个道理吗？不也是就是换新的，那也是一种维修的方法，那也是一种维修的方式方法嘛，对不对？像这一块呢，因为它两块是一模一样的，操作方法呢也是一模一样的，这里呢就不跟大家去分享了。同时呢，也非常感谢这个大哥的支持跟信任啊。行，今天的这期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关注与支持，我们下期再见。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鱼。在生活当中呢，相信大家进这个笔记本的朋友，应该对这个电池是非常非常不陌生的。因为啊，这个电池啊，在我们电脑使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个不耐用，或者说不能正常的充放电。这时候呢，就有很多老铁感觉自己有这个动手能力，想去把它拆开自己维修一下。大家在维修的过程中呢，想拆这个外壳啊，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它这个外壳呢，都是通过，并不是胶粘的，是通过一些超声波给它焊接的。如果你在拆解的过程中呢稍有不慎把这个外壳弄碎了或者弄变形了，这样呢后期我们把即使把电池修好了，这个外壳我们装在这个笔记本里，可能不是跟这个原厂的这样了，非常的严丝合缝。尤其像这个边缘呢，我们在拆的过程中可能会给它撬的都是一些非常难看的这个痕迹啊。所以说呢，有个老铁遇到了这种情况呢就给它放弃了，感觉就是丢了重新买。这样呢，其实如果自己真正有这个动手能力了，也是可以修的。我手里呢现在是一个惠普的，电压是一个 18伏 的一个电池包。下面呢我们就是看看来尝试一下无损，能不能把它拆开，具体使用哪些工具，怎么去操作。下面呢我们就是话不多说，具体是怎么去拆解它，而且还无损呢，这一个就是大家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啊。下面我们就是准备一把这个壁纸刀，相信大家对这个刀啊还是比较熟悉的。这个在我们拆解这个电池之前呢，这个刀啊我们一定要给它进行一个改动，具体怎么改动呢？下面呢我们就是来操作。改动的时候我们要在这边，在它的刀尖这个部位给它进行一个改动啊。下面呢我们拿出我们的小电磨给它进行一个改造。大家看到没有，最好呢是改造成这个样。这样呢我们后期再去拆这个电池啊，尤其它这个超声波焊接的地方，我们再去慢慢的切割。在切割的过程中呢，它这个倒钩啊会把这边内部的一些塑料什么的给它拉扯出来了，这样呢才能大大的提高我们这个无损拆解这个电池的效果。如果你不这样去改动呢，我们拿刀片即使在这边拉，这塑料啊一直是在内部的，根本不能给它正确的清理出来。这样呢我们拿来拿去，最后这个电池啊可能被我们拉的都是一些划痕，最后还是拆不开了。下面呢我们就是来测试一下啊。大家在拆这个电池拆不掉的话呢，千万不要去拿东西去砸了或者摔什么的，这样呢因为内部是有电池的，电池也是一个怕撞击怕挤压的一个东西，如果你盲目去砸去摔，如果内部电池有电的话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很有可能引起爆炸起火。下面呢我们就是来给大家操作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
第一次我们拿的时候呢，不是非常的顺畅，我们要多拿几次。大家看，它这个内部的塑料呢，是不是就被这个倒钩给它慢慢的带出来了？这样呢，我们在后期拆的时候才能做到一个无损啊。这个力呢，一定要均衡，不要盲目的硬压啊。如果硬压的话呢，也不是很好，在我们拉的过程中呢，不是很顺滑，因为它每个这个，因为它内部的这个塑料呀，不是非常的平整，我们拿完之后呢，不是非常的顺滑。然后慢慢的多给它挖几次，大家看我们拉完之后呢，它这个口这里啊有明显的这个空隙比较大了啊，边上的呢这些都是它的塑料残渣。下面呢我们再来拉这边四周，尽量的都给它这样去操作一下。你看我们在拉的过程中，它这个塑料是不是就被我们给它带出来了，这样呢它才能起到一个切割分离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如果刀片不上去改动呢，它这个拉呀就比较麻烦，根本把这个内部我们给它切掉的塑料，它就没有办法给它清理给它带出来啊。应该拉一个脚拉个几次应该就差不多了。这边呢你看我们拉完之后这个空隙是不是大了，然后你看这边我们还没有拉啊，包括这边都是一个整体的，我们慢慢的去给它进行一个切割。像这种呢，有的老铁可能会说呢，我拿一个刀片把它加热，这样去它烙下来这也行，那样其实也不好，因为这个刀片加热了，它这个电池其实后期拆开了，它这个外壳啊也会出现一个变，这个边缘呢凹凸不平的感觉，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塑料只要一预热它就会收缩变形。大家看到没有，这边的这个多余的塑料呢我们就给它带出来了，这个就是内部的一些我们给它割掉的一个塑料。拿的时候呢不要着急，要注意安全，不要割到手。这边看我们拿完之后呢，这个缝隙是不是比之前大了很多。下一步呢就是这边呢我们就暂时的给它拿这么多刀，后期我们在拆过程中呢，如果不行我们再可以再给它反复的给它拿几刀。下一步呢就是来弄这边呢也是比较难度比较大的。切割的时候要顺着它的这个缝隙去给它进行一个分离。具体能不能做到无损呢，大家就拭目以待。大家看这个内部多余的这个我们切下来的塑料是不是就被这个缺口给它拉出来了。最后我们再来搞这边，慢慢的去拉，它自然的就开，自然而然的就能打开了。因为它这个口子啊是一个倒钩形的，在拿的过程中呢，尽量这个角度啊要给它尽量放平一点，不要这样了。这样呢，我们可以在拉的过程中把它内部的切掉的塑料给它尽可能的给它带出来，给它拉出来。大家看这边的这个缺口呢已经打开了，然后我们看这边，大家能不能看到内部的电池？这就说明了这个焊接的接口这里啊就被我们给它割开了。下面我们就是来给它进行一个拆解，来尝试一下。大家看到了没有，这样是不是基本上就算打开了。然后呢像这边比较难拆的地方呢，我们再给它补几刀。补的时候呢一定要，割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力度，注意这个手啊，别在拉的过程中稍有不慎，这个刀又比较锋利，把手割开了，一定要躲开这个刀口。这边呢大家可以看得到，这边已经开口了。在拆这边的过程中呢，我们尽量不要用一字的螺丝刀去撬，一定要用手通过这个刀片的配合慢慢的去给它拆掉。如果你撬呢，后期它这边可能会出现一个撬痕，那后期我们再想把它装起来呢可能就不是那么完美了。这个底部呢是主板了，大家用刀片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尤其像一些这个电池电的情况下会导致一个短路啊。
一定要轻一点。这样大家看是不是我们就把它无损的拆解掉，包括这个边上的撬痕什么的都没有。这样我们把它拿出来以后呢，它就很好操作了。你看这边一点撬痕都是没有的。后期呢，我们只要后期装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只要把这边头上这个胶水给它合起来，用皮筋给它捆绑一下，就能很好的解决了。它这一个呢是一个原厂的电池，大家通过这个电池也能看得到，它是一个三洋的这个电池。如果是副厂的电池呢，是没有这个三洋的这个电池，都是一些国产的或者其他品牌的一个电池。通过这个小视频呢，希望对大家也有帮助。大家如果自己遇到这种情况呢，也是很好解决的。这样呢，我们在拆的过程中，第一没有伤到这个电池，第二呢，这个主板也没有变形，也没有出现断裂或者弯曲的情况。这样呢，是不是就完美的给它拆解了？然后我们装上的时候呢，我们只要把这边边呢给它涂上这种五亚的胶或者其他的胶，给它一粘。后期是一个这样的，就是跟没有拆基本是一样的。这种呢就叫无损拆解。当然了，大家如果不能这样无损的给它拆解完以后呢，在后期装这个上盖的时候啊，也不一定非用这个五零二去给它粘上，或者我们拿一点这个胶带啊，沿着这个边框用一种透明的胶带，粘性比较好的，给它整个烘起来。这样呢，在后期这个电池损坏的时候啊，我们只要把这个胶带一给它撕开，哎，然后这个又可以拆开了，我们又可以给它进行一个电池更换呀、维修啊，这样就是比较简单了。但如果你要是一次性的拿这个五零二给它这边全部粘死了，后期如果这个电池又出现了问题，那样呢，你再去拆就比较麻烦了。然后呢，这个外壳啊，你老是循环的去拆，循环装，时间久了，对这个外壳可能也是会出现一个变形，或者后期呢，它这个缝隙啊，会越来越大的一种情况，导致呢，这个我们装好以后呢，它可能缝隙大了，它这个电池啊，这样都通过这个缝隙啊，我们都能看得到，那就不好了。所以说呢，大家自己在拆完以后，尽量的去拿一个比较粘性好的、超薄的那种胶带给它包扎一下，也是可以的。主要的呢，就是预防进水或者说进灰尘什么的。只要我们用胶带给它粘好以后，放在这个笔记本里，不耽误使用，也是可以的。当然了，你如果非得拿五零二去粘呢，也是可以的，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这边基本上是没有损，包括这一边。这边呢，我们都给它按压到位。大家一看，这边是翘起来了，是因为这个内部没有给它按压到位，顶在了这个镍片上。第一步呢，我们就教大家怎样去无损的拆这个外壳。可能有的这个电池的种类不一样，或者这个电池外壳的这个材质不一样，有的呢可能这个材质非常非常的硬，有的呢就可能比较软。这样呢，我们拿这个刀啊，可能好操作一点。这样只要我们把这个刀啊，尽量买一把新的，多给它，即使它再硬，我们多给它拿几刀，把它内部割掉的塑料都给它拖带出来，久而久之呢，也能会出现一个也可以给它进行一个无损拆解了。只要大家方法使用正确了，这个东西啊还是比较简单的。毕竟它这个外壳再怎么结实，它是一个塑料的，它不可能是铁的。铁的呢，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了。但是塑料的呢，只要有这个耐心啊，慢慢的去割，慢慢的去拿，反复重复的去割，重复的去拿。像这个刀片呢，尽量就是给它改一个倒钩的那种刀头啊，就跟我用的刚才用的刀子一样。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自己的笔记本也出现了这种情况，也可以尝试着自己去给它进行一个无损拆解，然后给它进行一个电池更换了。像很多老铁呢，就是这个电池坏了，自己本来可能也没有这一方面的动手能力，第一个呢，感觉这个电池啊，没有用了，就给它丢掉了。其实这样呢比较可惜了。最近呢，在网上也听很多网友说呢，这个笔记本的电池啊，只要电池啊一断电，在我们给它更换电池的时候，只要把电池拆掉，这个主板就会锁起来了。所以说呢，下一期我们还得用这一块电池去给大家做一个实验。看看我们把这些电池给它拆掉以后，这个后期再给它更换电池，这个主板到底会不会锁？我们一步一步的教大家怎样去操作。第一呢，首先呢，我们就要克服拆这个外壳的一些这个困难。第二，我们再去研究一些这个主板具体断电以后会不会出现一个锁板，就是锁板就是什么意思呢？不能输出、不能输入的情况。其实我们如果真出现那种锁板呢，其实我们更换完以后电池它也是一个不能正常工作的状态啊。它的一个连接的方式呢，不是一个19伏的，它这个说白了呢是一个12伏的一个电池包，不是那种19伏的，因为它是两并三串。看心了，我给大家来一一的给它进行一个测试，看看这个主板会不会锁。行，今天的这期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关注与支持，我们下期再见。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呢，我们给一个武汉的大哥来维修两个，这个是苏富品牌的这么一个电池包。这个电池包呢，有一个据这个大哥说呢，不能正常的充放电啊，应该也是一个有问题的。这个呢，应该是摔了，不能正使用。大家看这里，下面呢，我们就来随机来修一个这个摔的，我们来看一看是什么问题啊。好了，我们就给它拆掉，大家看这里。已经摔变形了，这个呢，看后期能不能给它修复一点了。
给它掰一掰。这个在使用这个电池啊，难免会出现摔摔碰碰啊，你看这个主板都摔断了啊。我去，这个电池好像还有故障，给它拿出来，大家看这里，这个电池呢好像也摔变形了。我们看看这个电池摔的严不严重，这个应该不是非常严重，但是有一丁点这个变形，就是这个负极这里不是很严重，这种呢应该问题不大啊。下面啊，我们就是来测量。据这大哥说了，这个电池啊，刚开始用的时候是可以啊，比较呢，使用程度这个耐久度还算可以，摔了之后呢就不行了，因为这边呢已经摔断了。这边这个连接片已经摔断了，这个主板呢也摔断了。下面呢，我们就要给它进行一个修复。像这种修复的话呢，还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先把这个螺丝给它拆掉。它这个主板大家有没有看到，它有点偏了，这边呢已经有点移位了，往这个右边靠了，也就是高空掉下来之后摔的。我们把这个螺丝给它拆解下来。下面我们就是来量一下这个电池的电压，看看是不是正常。第一组呢是一个 3.8 伏，第二组也是 3.8， 第三组也是 3.8， 第四组也是 3.8。 那这个电池的东西来看呢，这个电压什么的还是可以的。下面唯一的呢，就是要把这边给它修复一下，把这个主板给它重新归一下位。像这边断了，我们给它重新连接一下。先把这边给它拆下来。好了，这个主板呢我们就拆下来。拆下来以后，我们来确认一下这个电池的损坏程度啊，这边呢就是轻微的一点变形啊，这个应该不耽误使用。这个电池啊没发生这个严重的什么摔扁了或者是摔变形，一般都是没有问题的。它只不过是户籍这里稍微有点这个往这个内部缩了一点，你看它这个角度是这样摔的，磕了一下。这边的镍片呢已经用不到了，我们把它剪掉。这个问题呢应该就是出在这个主板上，这个板子呢大家看一下，已经整个都断了。好了，下面呢我们就来修复这一块啊，看看最后呢我们能不能成功的完美修复啊。首先我们在修之前呢，一定要确定它这边已经断裂了，断裂了，即使你后期焊上这个镍片，它也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所以说呢，我们要把这两边的这个表面的这个漆给它刮掉，一定要给它刮掉啊。就刮成这个样就可以，然后它的另外一面呢我们也得给它刮一下，因为这边呢也是一个断裂的情况。好了，这样呢我们就给它刮出来了，刮出来以后呢我们可以给它上漆。下一步我们就可以给它进行一个连接。刚才呢这边漆上的有点多此一举了，像这边呢我们就可以不用给它连接了，这一面都可以不用管了，因为它这一面呢只是护得我们这个焊接这个镍片更牢固，起到一个这种作用。主要它这个作用呢是在这边，在这边我们只要把这边给它焊好以后，这个主板就可以正常工作了。下面呢我们就是来给这边焊接，像这边呢我们都不用管了，因为它这边大家看这个线路图啊，它是一个分开的，这边是没有任何作用的，主要的作用是在这边。所以说呢大家在操作的时候一定要区分，有的我们可以必须焊的，我们肯定要给它连接起来，那这种没有必要的呢我们就不用给它进行一个连接了。直接我们可以直接拿一点这个线材走这边给它焊起来，直接连在这一边基本上就 OK 了。找来了一个这个硅胶线，直接呢把这个硅胶线焊接在这里啊。这个线呢我们当用粗一点的。
好了，这边呢我们就给它连接好了，下一步呢我们就可以给它装机进行测试。这边呢这个。